副长您公布这个三大都更政见哈，我想老旧的城市或是老旧的社区对都更都有迫切性的需求了哈。我想这个部分在你的脸书很多网站都看到很多相关的细节哈，的云友们可以自行去点阅了哈。不过你强一点说，你又强一点说，他强调的，你强调，必要时市长将亲自介入个案，展现执行魄力。哦，介入个案，所以我看大家拢传来要给你修理啊，怎么对对对？啊，我准备来帮修理。是，你讲，我跟你讲正经的，政治是要讨好很多的人，嗯，为了选票，侯友宜不需要，侯友宜只要把事情做对，我相信未来大家选民一定会肯定我。嗯哼，今天杜更贤呢做袂通，还是讲做的效率较慢，等于讲在整个杜更在推动的过程当中，让建商施作者跟市民打去讲去处理，每个人各自的立场，当然这时间就会花很多。政府呢，就按照所有的程序把它走完，啊，就希望就把它顺顺的把它走完。我觉得这样不对，政府要有一些策略的方式。所以我提出都更三建，这都更三建就是说最最重点的地区。我们要政府要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，要扮演一个协调沟通的角色，最后要扮演一个执行魄力的角色。比如说，我们的捷运到哪里，都更做到哪里。捷运到哪里，都更做到哪里。好 ，OK。这你一条捷运起起来，你如果没有大量的使用，你不是很可惜吗？旁边老旧的房屋，尤其有的是危险老旧的蝗灾型的，甚至有的是已经非常非常外观非常难看了，而且在使用效率也不低了，很低了。我们如果要把它策略性的都更，可以解决它的居住安全、公共安全，还有它的居住正义，达到一个解决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这样子我们的生活机能，因为政府主导，可以拿回公益回馈空间，我可以做社会住宅，可以做托育，可以做托老，甚至还可以做运动中心，甚至年轻朋友的工作的地点，青年工作坊也可以在这个地方。Okay. 所以政府的主导当然要分回给政府应有的合理的一个利润，创造政府赢、市民赢，还有施作者赢。市民一定要先第一个考虑到市民，让市民有利。你刚刚讲我做都更，对我是有利的， okay. 我敢管，我愿意做。我觉得用这样的角色来办，所以我会用策略性的提高基准容积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。不是只有这个，还有台北县早期的新北市，很多的道路因为都市计划太零碎了，所以你看县民大道一整是灰尘咯，所以也屁股基本并进门，啊，不改变啦。OK， 所以你看，只要道路两侧对台北市来到新北市狂奇怪，啊，不要叫剃堂啊门，哎，不然还大门那剃堂，后门变前门，对嘛？这个你要做大幅度都更，也要把它做起来，是。要么你要给他帮整建维护，让外观看起来形成一个大都市的风格。还有那种蝗灾型，迄真正你不该用哦，迄地动来吼，迄唔知要倒几千栋啊，过几万栋诶。的确，很多的国家地震中心研究，迄个倒几啊万栋咧。你即马政府你不去处理，你要等当时。所以我最近吼，定来去看，尤其我去看那个淡水海沙屋，坑两年外。迄天棚都落了，马路旁边的骑楼地落一大坑，车落过。是。结果咧？更加固，我们没有解决啊！一个政府看到问题不解决问题，那叫做无能的政府。无能的政府，事情发生了又不解决，那叫不负责任的政府。不负责任政府，去哪里？咱要做一个市长的人，咱爱想代志，爱想头前，爱好好甲做。是，你这样子才有办法改变城市的风貌嘛。新北市这样的起飞嘛，新北市需要的是这样子嘛，是，尤其借着三环三线，三环三线，那就咱一个人，还是那就我头多我伫第一个讲的，那就一只鱼啊，鱼头就是咱的台北市甲基隆市，是，鱼尾
就咱的桃园。嗯，那个西中的这块，你若坐机场捷运过来，你看西中端这块往两边看，是拢是绿油油的什么铁皮屋，嗯，还敢袂看？你这两块肌肉，一个是 K 南，一个是 K 北。是 K 南就是咱的板桥、中英和新、中英和甲新店、土树三间，嗯，这块咱来甲杜更做成功。咱的 K 北、三如、新泰、五林，包括八里、淡水，嗯，咱来甲做起来，咱的肉都烂啦。是啊，咱的股价三环三胜，爱哥不断的扩大到三环六胜，给淡海、八里轻轨，是北深耕轻轨。给我们的五股泰山轻轨，这当时咱的股价哈，含咱的汇率，所以人常讲一句话：阿伯啊，退休啊，你哪不爱走，含的卡巴走未？卡巴走未？啊，汇率都未通，你是要走啥？ Okay. 啊，这么汇率，嗯，咱开始一棒接一棒啊，做通，咱的附带的把肌肉啊建设。是，所以我一定有这个想法。所以我搞尾我搁讲一点嘛，我讲讲啊，的社会安全是我的专业嘛。是。治安、公安，还有关怀弱势，我七年我伫新北市拢做这个代志，所以我的治安，所以杂志、眼镜杂志敢评论，我的连耍四年拢冠军的，啊，警政署敢评论对青春少年的保护，我拢冠军的，连耍五年拢冠军的，所以咱社会安全上面咱甲建构好势，和咱的高风险家庭，吼，也大概受到保护，接着咱的渔林赶快，那渔林那个保护起来，等到就一只大鱼。你中个这大地飞起来，都会带动整个大台北市飞起来。啊，这点要变啊呀，不然你变啥？所以今天的侯友宜只有一心一意，让新北市起飞，带动整个大台北市。这点我们不做代志。OK， 让新北市起飞，也带动整个北台湾哦这几个县市共同的起飞啦，这抱负。不是远大问题，而是什么？大家都是好邻居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你的进步就是我的进步，我的进步也会是你的进步了哈。很多人都讲说，要做警察，好，阿雄做警察了，有一个物件会改变，叫做好目色，就眼色会变得很厉害，有一种独特的观察力跟穿透力。我们进 VCR 之前，我用三张小海报跟副市长共勉了哈。这是一个国外的慈善机构的海报，它的标题写 "Share the light of your life"， 就分享你生命中的那个 light。有人说应该分成光芒，应该不是 light， 是你的眼界。你看到三个小朋友在那边踢球。你应该看到，我们应该背后帮他盖一个足球的门吧。虽然画面你看不到，但是一个负责任、有眼光、有关怀的政治人物，你要看到他们要的是这个东西。你看下一张，几个小朋友在这边玩，你要看到是不是帮他们做一个荡秋千呢 ？OK， 同样在下一张，你看到几个小朋友在那边很像漫无目的的走路。如果你想能够给他们一班公车的话，让他们更快去上学。更快平安的回家，这不更好吗？这就是分享一个警察好眼光，这也是我对侯副市长真正的一个期待。